从去年这个收看这个比赛的数据上来看，女性的收视这个，所以呢，咱们今天的这个策略就是，大家也都听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啊。没错，他们应该是希望能够呀，通过防守带来转换，因为两队有速度非常出色的球员，你看红队，红队张哲瀚速度很快。别跟我论过去。对他非常的了解，对啊，这也是国家女篮的主力的少年美术张哲瀚。这边的红队的三号是张哲瀚，那张哲瀚呢，之前已经是多次在我们腾讯 NBA 的直播中有过很好的解说表现了，对，而且上一届比赛打得也相当不错，没错，在三十三场打得非常的卖力。樱木花道，他是刘少奇中的都会有一个这个跟他对位在这边门口一块儿，我在社交媒体上 po 自己的照片，还有做擦身而过。对，但是呢，郭艾伦。相对来说，他的表现欲望比较强，哎，而且呢，他的进攻更好一些。对，我觉得开局把他放在场上，那蓝队这边他后场扔了他就进了，那你说那也没。好，今天总冠军，赵继伟，24号 Ray Allen， 32号张丰毅。哎，三分球进了，因为这个屏幕可能没切到。对，今天。比赛的经历，包括一些接球大赛的获奖的对话，没错，身体状态还是不错。刚才啊，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，这个周边的一些公益活动中啊，和雷阿伦已经见过面了。嗯，两人拥抱的一刹那，确实让很跟乔杉老师换一下，换个手法。两个人的友谊，对，两个人一起。我们看到呢，红队这边是准备换人了，准备要换上张哲瀚还有乔杉。好，这边比赛呢是进入到了第一次的暂停，这次暂停呢，蓝队这边呢是上了苏醒，下了赵继伟。哎，蓝队这边好像一瞬间场上出现了六个人，这频次就比较高了，上了张哲瀚、乔杉、王阳明还有许诺。嗯，首发的。一凡留在场上，张哲瀚这球差点被苏醒抢断，看吴亦凡给到篮下，王阳明再出来，乔杉的中距离，看可惜了。这个时候蓝队需要更多能够得分的人，对，看他换上刘帅良、苏醒啊，哦，还是不错，包括蒋劲夫的冲击力，哎，哇，哦，变向真漂亮，哇，这是一个对，关键是他前面那两次变向啊。这个大变向之后控制住自己重心还能启动，对，这个是很难的。好，张哲瀚中路的强突出现了失误，看这边帅良苏醒分到底角给到低位，哎，雷阿伦，哦，可惜了，这球呢应该是，哎，蓝队碰出了底线，张哲瀚这球直接被雷阿伦断下来，他这次反击刘帅良，哎呀，哎，自己抢到前场篮板，再起，可惜。乔杉，啊，乔杉的两次投篮成功的投了一个过桥，非常的稳定，哎。看苏醒这边突破分球给到蒋劲夫，哇，我想来一个零度角的打板，对，过来蒋劲夫速度很快，漂亮，空中有一个换手，而且已经预想到了后边雷阿伦一定会追上来，所以教练徐继成徐指导请求了暂停。换上了袁弘还有赵爽，刘帅良突破造犯规，帅良的进攻手段还是比较冠军王座那么一个活动，咱们也可以俗称为升舱啊，可以这么说啊，确实非常的幸运。对，其实现在蓝队这边在场上的呀，这五个人除了赵爽之外，另外四个这个明星球员，现在这个吴亦凡的三分球没有，另外四名明星球员呢也是经常在一块打球。
张宁江、袁弘还有刘帅良。刘帅良我觉得可以苏醒波拿到球，然后让赵爽去看一下，去多得一些分。对，对，蓝队这边，蓝队这边的一个联防啊，夹击吴亦凡失误了，看苏醒。苏醒啊！哎呀，就最后没有控制住身体，这边快下快。对，啊，一个背后，可惜邵婷抢到前场篮板，吴亦凡出局再投，短了，自己抢到篮板球，太兴奋了。对，还是很可惜啊，这劲儿用的有点大。体能消耗确实也是很大，3-3，刚才打了半天，十分钟的转换是非常快的。但是刚才苏醒这空篮没进是有点可惜。看赵爽，因为他们更多的平时自己都打半场，像那种全场的这种飞奔比较少，就是还赵爽的中距离进了之后呢，两边的分差是只有1分。邵婷分给许诺外线的三分球没有，又是赵爽，快速的推进，赵爽给刘帅良。对，可是邵婷没赶上。对，一般帅良这样的球员，其实在外面去打业余比赛，应该说是身体方方面面都有优势，很好用啊。结果一回头看是邵婷了，转身走吧。再调整一下吧。吴亦凡的第一节是几乎打满，还剩1分半钟的时候，红队这边主教练张雨萍、张指导换下了吴亦凡。看这边王阳明。哇，乔山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裁判老师都不好意思吹了啊！张哲瀚篮下的强攻，漂亮，身体素质还真不错。对，这是等于你打了赵爽一个呀。对，而且他的这个跳起来以后高度高，稳定性还好。对。出来这边，王阳明对刘帅良的防守还是非常紧，看底角袁弘要低调没投。篮板漂亮，积极，来跟进。现在啊，蓝队这边呢也是思想对路，大家统一就是你最后终结点得给赵爽，给赵爽，因为刚才就是因为其实机会很多，但是没把握住。对，你转了半天，你这球还得打进去。不，乔山失误了。乔山那个退防啊，确实是成点问题，消耗确实太大了。哎，苏醒突分，空间有点小。对，看帅良这次有了。第一节呢，还有最后的10秒钟，看红队这次进攻。邵婷，注意时间3秒。邵婷最后的3分球不中，那这样的第一节比赛结束，红队是17-16，暂时领先着1分。教练都是准备留着体力下半场用。